是我们应到40人，实到40人，报告完毕，请老师上课。好，归队。好，稍息，移动，上课。老师好。好，同学们好，请稍息。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双手从身后前抛实心球技术，这个动作呢，对锻炼我们的力量和发展协调性有很重要的锻炼价值，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中考体育项目里面重要的内容之一啊。所以啊，希望大家这节课能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学习和练习当中，能不能做到？能。好，老师呢再提另外一个要求，实心球这个项目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啊，请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听从老师的口令，按信号抛球，按信号捡球，统一行动，明白吧？好，为了检验一下大家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们先练一下自己的队列队形。好了，听口令，低头抬头挺胸，向右看进，向前看，稍息，低头向右转，靠脚有力，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很好，向后转，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稍息。看来大家一个个都已经做好了上课的准备，那么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再做一下热身运动，防止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受伤啊。听口令，移动。准备活动第一项，绕各队绕两个标准筒慢跑4圈。听口令，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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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排练，注意排，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不要笑啊！有音乐，我们跑起来还更加放松，身心更加愉悦。一二一，一二一，很好。对，注意排面，抬头挺胸，摆臂。一二一，很好啊！好，好，还有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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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排面，对，跟上啊！一二一。好，起步走。好了，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每名同学对齐一个实心球。好，踏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好，面向老师，向左向右转。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徒手操，听口令。来，接回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伸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不必运动，两脚左右开裂，来，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前压腿，来，先，一、二、三、四、五、六、七，换，
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七，换四二三四五六，侧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七，换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黄二管你了，再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了啊，做一下专项的准备活动，前后绕一下自己的肩，前自己绕一四个八分可以啊，然后反方向，反方向，对，好，前面啊，前后两个人，前后两个人压一下肩，来，头刀出来，看一下啊，两个人肩搭着肩啊，来搭肩膀，往下压一压啊，准备前后啊，一、二、三、四，懂吗？准备前后两个人，快，准备。三二三四五六七，换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下一个啊，两个人背对背，看一下啊，来，两个人背对背，来，手举起来，两个人手拉手啊，手拉一拉，拉一拉这个背锅，来，我的手，明白吗？好，准备。注意交换啊，一个人拉另一个人，再交换一下啊，手臂伸直，体会一下背弓，对对，好，下一个，两个人还是这个动作，还是这个动作啊，来，那个李峰子过来，还是那个动作啊，两个人的手臂跨一块，跨一块，懂吗？跨一块，稍微往下背一背啊，然后两个人换一换，好，准备，自己数两个八分，体会一下啊，你不用把它背起来，你就让它体会一下，好，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这节课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前抛实心球技术，下面先看老师做两遍完整的动作示范。八字形持球，大拇指分开虎口，两个大拇指成一个八字形啊，四指分开，因为你的手比较小啊，四指分开，完全包裹住球，掌心空出，注意掌心空是空出的啊，和我们原来学的铅球是一样，两脚前后开立，脚尖前脚正对出球方向，双手持球，屈肘与持球与身后，预板就是预备姿势，看一下完整的示范。好，看老师再从这边做一遍示范啊。注意观察老师的动作啊，从持球到抛球，到球出球以后的动作哈。两脚前后开裂，注意是有力脚啊，你可以右脚也可以左脚，明白吧？自己哪个脚舒服，持球于身后，不用管，不用管，仔细看啊，明白吧？那么在学习之前呢，我们先进行一下做一个小游戏哈，游戏的名字我们原来头上胯下传球做过吧，咱现在只头上传球，注意看啊，来，全体都有，抬头，四个抬头拿一个球，人家拿一个球，对，抬头拿一个球，头上，注意从抬头开始，听晴晴拿球，你也拿球，拿后面的，从抬头开始，头上往后退一步给球，后面的同学上一步接球，能懂吗？好，准备，来一遍我试试啊，听口令，上一步接球，退一步。送球，对，很好啊，转身，转身是不对的啊，
脚，注意你的脚，刚才那个动作呢？对，上一步接球，退一步传球，然后再传回来，不要转身接球，王雨婷。两个动作是连贯的啊，不要转身，对，退一步接球，退一步接球，把球放到他手上，你的手型对吗？手型太大了，那个球就放你脑袋上了啊，所以要小一点，对，明白吧？很好，那么这个来，面向老师，向左向右转。这个动作和我们刚才做的哪个动作差不多啊？对，持球和引球的动作是一样的，明白吧？那么明白了这个刚才的活动，我们来一次比赛啊，看哪一队传球最快，对吧？头上传球，看哪一队最快啊！保持自己的位置。刚才那名同学啊，你后退一步大一点，要不那个同学传不到你的球。准备，苏德同学要做蹲起的，喂。既要快，还得保证那个动作，手型，注意手型。对，很好啊，刘思雨。再快，退一步接球，不要转身，陈鑫同学，不要转身，是吧？很好啊。一，最后五个蹲起，这一队来，面向老师，开始。跳起来，好，停，来，面向老师转过来。通过刚才的比赛啊，我发现大家的情绪有点沉闷，对吧？你胜利了也不高兴，输的同学反而都笑了起来，对吧？所以啊，咱加一个表达你情绪的方法，对地传球。两队啊，先看老师做一遍，两脚左右开裂，还是八字持球，屈左与头后，快速的什么甩臂、甩腕、鞭打击球，同时两脚是快速的干嘛？动直，然后在这一瞬间，高兴的同学你也喊出来，刚才沉闷的同学也喊出来，嗨，是吧？发泄一下。那么两个人一个球，每人三次。能明白吧？来，向后转，两个人一个球，每个人三次，两脚左右开力，喊出来，哎，对地击球，对地击球，啪，就在你脚下，对，喊出来。刚才老师已经讲了，精神饱满，对吧？对，很好。每人三次，然后交换，连续两轮，哎，就是每人六次啊，交换两次，注意你的腿，那个腿，把那个盘放好，要不然没法放球一会儿。两脚左右开裂，球的触球点看一下，触球点在哪里？是在你身下，不是在前面。对，很好啊。好，把球交给前面的同学。第二队和第三队拿球。第二队和第三队，刚才的动作和哪个老师刚才做那示范哪个环节差不多啊？出手啊，就是出球的这一瞬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是朝下，那个是朝前，但是他练的是一个动作啊，甩腕鞭打。那么刚才出现了两个问题，有的同学那个球这样甩上那去了，对吧？说明什么？发力的顺序啊不对啊。咱让这两排来一次，我看一下啊，准备，对地传球，对地，对地，准备，两脚左右开力，对地，对，这一次不错啊。来，交换后面两队，不要扔球，那边的同学啊，我刚才怎么讲呢？听口令拿球，你扔球干嘛？好，准备，两脚左右开力，对，不错啊。好，把球放回原地，下面呢再看老师把刚才的两个动作连贯起来做一遍，注意看老师的腿和出手的这个球的高度大概是什么一个方向啊。两脚左前后开力，
持球曲肘于身后引球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在出球的一瞬间双单腿是绷直的然后等球出手之后快速的换脚屈膝降重心干嘛降重心为了干什么维持平衡因为比赛的时候它有一个规则啊你比如说这是一个投掷线如果你球出手之后球出手之后没换脚或者是换脚没有降重心容易出现你这一次投掷就无效了这是一个规则之一啊能懂吧好再练习下面呢我们徒手模仿一下刚才的动作准备两脚前后开力有力脚在前面重心在两腿中间什么叫重心也讲过了啊双手八字持球不要太大了啊屈肘与头后然后往后引一下球啊做好这个动作啊我稍微检查一下对不错啊很好头往前看很好啊男生做得不错坚持五秒钟啊好停把这个动作连起来准备连起来预备走很好啊再来一遍准备换脚啊注意换脚啊注意换脚出球的这一瞬间注意换脚准备对很好再来刚才这个同学做得很好啊喊出来把自己的球欲喊出来这是一种力量准备直腿出球屈腿缓冲来吧再来准备对很好再来一次很好好第二队和第三队拿球准备下一环节实战阶段好先试好球我检查一下你的手型掌心要控缩对很好四指稍微分开能有效的能包裹住球对很好往前看不要看我不要看老师啊好捡球下一组第一和第四队准备当你的队你的同伴练习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动作和自己的有什么区别啊好准备我来检查一下你的手型啊对很好啊持球屈肘手臂要屈肘于身后对把球要持对很好重心在两腿中间稍微大一点太大了你这个有的时候啊对啊直腿对啊对啊很好准备屈肘加一下肘准备好捡球不错啊再来准备后面的同学帮他捡一下球对啊不错啊好捡球you
再来，准备。第三次。跳腿。别忘了换腿，屈膝缓冲。很好。捡球啊。好，再来，准备。好，停。别笑。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啊，注意看老师的腿啊，投掷这一瞬间是干嘛的？一定是往上走啊，直腿，然后是往上走，好吧？手臂要夹紧的，不要展开，这样能有力量吗？夹紧就是这个顺着这个手臂的方向，直接把它鞭打出去，明白吧？好，交换。把球给他，不要扔哈。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安全的问题，听信号捡球，准备。好，再来捡球。准备。对，重心在两腿之间。好，拿好球。通过这几次练习啊，我看一下大家基本上能掌握完整的动作，这个环节是没问题。那么它的发力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哪里啊？引球这是什么动作？这是从哪里啊？从腿传到腰，从腰传到手，然后最后出球。所以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咱们光用手没用上什么地方，没用上腿，个别同学还有一个腰腹没用上，直接就走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做一个练习，跪姿抛实心球，注意看啊，跪跳起是原来学过的内容对吧？跪跳起的动作，脚背注意啊，注意看啊，跪跳起的动作，然后注意看，明白吧？体会一下哪里发力啊？腰部，明白吧？好，捡球，捡球。第二队和第四队的同学，向前五步走，一、二、三、四、五，好，向后蹲。好，沿着这个线吧，跪，然后扔给那边。第二队的同学扔给第四队，第三队扔给第一队同学，然后每人练习五次。好，准备。脚背，注意你的脚背啊，你跪跳起动作都忘了，对，要不然你没法发力。准备。对，体会一下腰部发力。好，交换，准备。准备。注意把腿并紧啊，腿并紧，准备。对，很好啊，再来，自己练习，自己练习就行，五次交换两轮。对，注意你的发力顺序和原来是一样，只不过是现在是跪姿。脚，对，把脚背扣过来啊，不要动那个点儿，别笑，自己练，对，不错啊，好，很好，不错啊，对。对，注意这个挺发力，对吧？哎，你的腰脚，注意看，是按，看一下，持球，腰往后拉，啊，对吧？
教的是双手啊，这么随意不行啊，太危险了呀，一定要有规矩纪律意识，知道吧？老师怎么讲呢，就按老师的要求去做，脚脚好，起立，好，回到原位，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拿球，第二队和第四队拿球，不要放球，好，准备，通过刚才的练习，你能体会到那个腰腹发力是什么感觉了吧？那么啊，结合刚才的练习，我们再来巩固一下，准备，两脚前后开力。刚才也讲了啊，掌根一定要靠住球，不要光，对，不错啊，很好，不要光用那个四个手指头，你没力量达不到啊，准备。啊，不错，不错啊，换步很好，一定稳住，再来五次，准备，连续五次再交换，准备，准备，对，不错啊，别忘了换脚，支撑，维持平衡，这个男生，准备。好，就近捡球，准备第四次。对，不要提前把那个重心就往下走，是把球扔出去之后往上再下，是吧？准备，就近捡自己的球啊，男生中，准备。啊，不错啊，很好，交换，下一组准备。准备。来，后面男生，快一点。前后开力，对。很好啊，这名同学能及时指出自己同伴的这个毛病，不错啊，准备。你前面的同伴他这一次动作做的不对的时候捡球，你帮他说一下，给他指出来，准备，快点，好，准备最后一次啊，所以你扔的时候那个别往下啪，扔出去之后再往下去，懂吗？准备，啊，不错啊，好，捡球，最后一次，准备，球回来了，准备，收后啊，好，停，下面我找一个同学给大家做一下，来，这名同学看一下他做的哈，看一下赵峰幺同学做的哈，对还是不对，对在哪里，何老师刚才讲的，来做一遍，准备，对吧，对，给老师讲的是基本上是已经，他做的很好，好，捡球，准备，通过这几次练习哈，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这个动作。那么接下来啊，咱简单的自己给自己评价一下啊，从没练到刚才的训练完之后，你看一下自己的远度是不是比原来远了。那么咱设定三个线，女生这个线是暂定及格，这个线是良好，这个线是优秀，对于女生来说，然后这边男生反过来，这边是及格，良好，优秀，明白吧？好，准备，每人一次。对，看自己的球。那么判断自己的球落那个是及格还是良好，看什么？先看落地点，你不要让它滚的那个远度不算，
球第一落地点就是你的远度，明白吗？好，下一组准备。看好自己球的落点。对，好，优秀及格良好，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了。通过这节课的练习啊，我们对差一点优秀，很好啊。下一节课咱继续努力。练了一节课啊，同学们学习的也非常认真。那么咱下面做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钻山洞，把咱的球放在那个标志牌上，把咱的球放到标志牌上，和咱原来做的一样，双手和双脚撑地，同一个拱形。第一名同学依次爬过，对，和咱原来做的一样啊！准备，准备，准备，对，前面的同学走了，移动到第一个点就可以走，对，其他。第二名同学往前移动，移动到第一个点就可以走，对，快，对齐标志点，移动快一点，快，对，加油，移动快一点，加油，移动的时候手指碰着地走啊，和螃蟹一样，对，不错啊，很好，对，加油，移动快一点，坐好，撑好，撑好，撑好，你前面队友怎么做？第一组完了，同学注意站起来举手啊，那边人呢？第一个点呢？第一个点没人了，第一，第二。我们的男生已经结束了，快，还走，还没回来，快走，完了，第二，好，还是这一队又输了，刚才的游戏你们，对呀、啊，男生这一队第二名，女生这一队第二名，各做五个蹲起，准备，坐，自己坐，因为那一队是第一，你们是第二，快，五个，跳起来。好，准备完了吧，很好啊，那个上了一节课啊，同学们也感觉到比较累了，咱那个伴随着音乐跟老师一块放松一下啊。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听音乐，两手好，往上，拉一下，好，上，再来，往下，左拉一下，直腿，好，举，好，换一个腿，换一条腿，好，举。再来，慢慢的。再来，换手。然后，放松。往上，好，拉一下。好，下。慢，再来。脚往下，直腿。起，慢起，换腿，好，慢起，深呼吸，再来，再来，好，高兴。这节课呢，我们经过了两，通过两个游戏，
基本上能够完全掌握前抛实心球的技术。刚才我已经讲过，它对发展我们的力量和协调性两个内容啊，也是我们中考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呢，课下结合刚才咱们自己的评价是良好、及格、优秀，然后找出自己的缺点和不到位的地方，课下再练习。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呢，也可以找老师再单独再辅导练习，明白吧？好，听我练，运动。好，这节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